大家好，我是翁翁。本部片来分享一下是我们中华麦芬与暹罗离谱离谱粉丝的这个联名活动正式开跑了。好，那活动啊总共会有四大活动，目前的话呢只开放两个哦。那首先第一个是游记嘛，那游记的话呢就类似像大富翁的方式，过往相关的很多联名活动都是有这个活动，因为可以拿到非常多丰富的资源。好，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离谱家族，这个的话呢是额外的一些造型活动啦。那这个造型啊，虽然它这是氪金的，但我们只要搭配游记的方式，游戏内呢也会有免费的造型是可以来做领取的吼。接着是搞砸花园以及还有打地球等等的二趣味活动，后续的话呢将会在9月6号开放。那离谱 fans 他的这个 IP 啊本身就真的是非常恶搞无厘头的，所以搭配我们麦芬啊就会让游戏内产生多非常很多恶搞的画面哦，比方我们后面的这个房车正在燃烧之类的东西哦，非常的好看。好，然后来吧，进来游记吧。游记的话呢，其实我觉得重点跟过往一样，主要的话其实是要拼到宝藏树以及还有这个商店，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敲金蛋吼。我觉得类似的东西应该是蛮重要的，甚至是还有好运机。然后这一次啊，还有新增所谓的自动出发的功能吼，也就是自动出发可以自动帮你甩。那如果你有经过比方说商店啊，或者是敲金蛋等等的，需要看你个人手气或者是你要买东西的界面，旁边系统的话呢都是会留着相关的那些点击的按钮让你来点哦。就是自动出发的话，你主要是要来拼你的圈数，那相关的一些可能你要需要点击的东西它是有帮你保留的，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好，那这边就直接快速的按给大家看哦。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改动啊真的算是清明蛮多的，你很多东西其实都不需要这样子一个一个这样子点，然后你这边你就直接放着。好，我们这边看一下有没有转到需要你手点的位置哦。好，我们这边目前呢有看到嘛，我们这样子按一按按一按，基本上已经七圈快八圈了。那活动的话呢，我们目前拍摄的时间是第二天早上，甚至是我的每日任务也没有到说全部的解完，就是有一些其他的可能你要打副本之类的东西，所以两天拿到七八圈九圈，那其实我觉得活动基本上无氪的玩家应该都是拿得到的。不对，我还有九步欸，那这样应该真的是可以到九圈哦。好，然后来看一下吧。啊，这个超级神秘商店，这个文字好像还好欸，糟糕，我觉得没有让我很吸引人欸。好，谢谢，再联络。勇敢者游戏投入纪念币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哦。哦，所以我们这边投入很多东西是不是？哦，我投了300，获得了900。好哦，好，我再投300。啊，不对，我这个只有0.5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运气游戏哦，就是这些东西比较好玩的啦。好，然后再来看吧，纪念品商店吧。纪念品商店，我觉得重点的部分一定是直接换这个啊，应该大部分玩家都是先换抽吧，然后再来可能换能量之类的依序吧。然后如果你真的卖乐兽有缺素材的话，我相信多数玩家应该都非常缺这个超正常零食啊，这些都可以换一换哦。好啦，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游记的活动，那记得达到指定的圈数的话呢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额外的勋章以及还有相关的一些套装的部分哦。就这个东西我相信无氪的玩家应该也都是可以好好的解啦，因为你就赶快把任务解一解，基本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拿哦。然后再来活动的部分啊，造型这一边的话还有额外的张田中系列的武器嘛，然后再来还有狗主子和太树相关的一些时装的部分，就看各位玩家喜不喜欢。那反正有免费的套装也有付费的套装，就看各位就是哪一个东西比较适合你齁。接着来讲一下是我们四转130人的副本长夜明灯之孤塔齁。那本副本啊就有几个重点要留意，那也是因为我们打一般的副本其实留意的就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周末的挑战应该是算是蛮有趣的哦，就周末副本的部分。好，那首先第一个 BOSS 的话呢，他这一边会有相关很多多数的技能嘛，懒人包就是针对下压这个技能啊，很简单，就是坦克跟输出以及还有补士是要分开的，坦克自己独自是要站在一个位置，然后再来下压的话呢，这个高额的伤害它是会锁定此板块的，所以坦克一个人要跟输出和补士是分开的。
然后再来我们场上的地图啊，会是有所谓的这个雷神之锤吼。那雷神之锤所在的板块，我们如果在相关的位置的话呢，它是可以所谓有进行充能的。所以这一边就是输出跟捕食是要站在这个位置。那雷神之锤充能了之后呢，你施展下去，它是会有所谓额外增伤的效果。并且雷神之锤施展了之后呢，才可以对周围的小怪进行处决，否则小怪的血量呢低于 10% 它就是无敌的齁。那其他喷土的部分，这些技能其实好像都还好，甚至是我觉得带全补其实也就够用齁，大致上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来看一下是我捕食的技能吧，跟过往一样，主要的话呢就是放暗时分身，以及还有再来是中烟审判，还有惩戒化身，其他的话呢都是带捕食经典的技能。然后再来看一下我属性的部分吧，暴击跟技巧都有稍微把它拉高了，命中率稍微低一点点，然后再来一样有额外治疗量的效果。天赋的部分呢，审判之力右边嘛，以及还有加速冷却，还有疗愈魔力。奇友会的部分，目前的话呢，还是使用卡皮巴拉吼，因为金丝雀还在培育。那卡皮巴拉本身的补量，其实我觉得就蛮高的了，针对这些额外的技能以及还有被动效果。那麦乐兽的部分，这边主要的话呢，依然还是使用小犬医生当我们主要的角色吼，以及还有古物不可见之友跟答案之书。然后猫猫包的部分呢、啊，就是搭配物理效果的2223吼，目前的配置大致上就是这样子。那接着就来看一下是我们四转130等副本相关的实战影片吧。好啦，那以上的话呢，就是我们 Leapu Fans 相关联名活动，以及还有四转副本的这个初步的活动说明哦。因为到时候啊，其实 Leapu Fans 相关的这些活动啊，其实它还是会有其他两个的活动是还没有开的，分别就是搞砸花园以及还有张铁忠打地球等等的活动。那到时候有时间的话呢，依然也会再来更新看一下活动相关的内容哦。那有任何想法，欢迎留言。好，那我是翁蹦，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